点位330主要点，190个点位320，好，那怎么去取决在哪里呢？我们是50×50的那个区块去采样，每一个区域里面都有吗？还是是有重污染、中污染或低污染的地方才会有？没有，我们全部都会采样，不管是筛测的时候是不是有污染。假如虽然它没有污染，但是我们还是会经常去验证掉。那有没有针对中污染的部分特别加强呢？对。然后再来，你的380组的这个什么时要公布？什么时候会整理出来？我们看那个业务这边，看业务时间一下。这些资料你手上都有，需要多久？这个礼拜能出来吗？我们那个科长等一下再，跟调去。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你这不是你们的业务吗？是那个数据没有在我这里，我没有要你数据，我没有数据，我要你公布出来，放在你们环保局的平台里面公布出来，让大家知道。再来，你的点位怎么去取决，怎么去采样的，你也要公布出来。我要看一看，实际上的跟你们采样的地方到底有没有什么偏颇的地方？就这样能懂我意思吗？还有这些点是中文他们自己去处理的，还是你们指定的？你们要指定吗？我们土堆小组指定的。土堆小组。那你有跟他们好用讲经吗？验证出来的东西能符合，应该是说绝对能符合标准的。现在各位启明朋友啊，那黄峰叫我来指点的几个，我跟你讲，可是你我报名过了呀。跟你验，我不能跟你讲，启明你可能跳的啦，你我们全部验证通过，这个好啦，我就算了啦，好丢讲共建球员间。地点由你指定的，中环也你找的，可惜一直在跟您建议说，是不是你们不要介入验证，邀请台积电请他们主力的验证单位由环保署先来做验证，环保局干嘛？你只要负责帮忙环保署有什么需要地方的协助，你们帮忙行政协助就好，就这一个你就会做验证单位。那你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是谁呢？是谁？其实台积电也有进场验证掉。是谁啊？第三方公证单位是谁？第三方公证验证单位是谁？富兰科技也是做检验，对不对？他全部都是受环保局委托嘛，都是环保局委托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三方公证的验证单位是谁？可惜一直在提醒你们这件事情。你们有听进去有做到吗？局长，没有啊。你们担心验证不过啊，确实是验证不过。以这种集成的、绝对验证不过了。来了几次了？验证不通过，尤其是重污染区，验证几次没通过的，你们还是用最烂的方法。你们开挖而已，然后移到别的地方做二次污染。台湾移到别的地方做二次污染，你们现在挖几米？地下几米？几米？挖七米还验证不过，那你觉得那个污染厂子可以验证得了通过吗？更何况本席要求你们第三方公证验证单位是，你们有去请过环保署下来吗？后来就用旗舰部高门票在施行的工程案。环保办事政府环保局在这采访，